2012年7月14日，我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开始了环球之旅，同时我将在经过的各个国家寻找和我一样生于1990年10月5日的年轻人，探访彼此的生活，交换双方的梦想。21岁的中国女孩或许还在读大学，或者刚进入职场打拼，可是蒙古和我出生于同一天的巴森户却已成为90后的妈妈。孩子的到来，她是否做好了准备？初为人母，给她带来了怎样的改变？时光流转，转眼巴森户的儿子已经1岁0.7个月了。为了抚养孩子，小两口不得不两地分居。巴森户在达尔汗卖书，而她的丈夫则在牧区修闲。听说我在寻找1990年10月5日出生的人，这一天出生的马克思给我写了一封长信，可以看出他的热情以及对友情的饥渴。他13岁就被母亲抛弃，已经习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莫斯科大学的玛莎立志成为联合国的一员，他正在进行着目标明确的准备。秘密酒吧的马克西姆则盼望着有个自己的店面。卡秋莎胳膊上的纹身最简洁的回答就是去做，正是他们的写照。人生是一本书，不旅行就只看到了一页。我想在赫尔辛基时我看到了另一页，我见识跟体验了正宗的芬兰桑拿，与我同一个生日的紫色女孩汉娜一起跳进了冬天的冰湖里。在神秘的冰岛，我采访到了冰岛的总统。Yes, I'll be on your trip。接着，在冰岛大学校方的帮助下，和我同一天出生的黑尔玛浮出了水面。当然，在冰岛的雪原上裸奔，绝对冷，但是绝对刺激。爱沙尼亚的空气质量排名全球第一，他们对环境如此之爱。和我同一个生日的米嘎能自制多种美食，对生活如此之爱。那些伤痕男人们帮我修车，对我和我的摩托车如此之爱。比利时的马丁是个妥瑞氏综合症的患者，疾病没有挫败他的生活，他创作了200多首歌曲，他的人生信条是为未来而战。马丁没有朋友，更没有女朋友，但是他仍然笑着面对，对未来充满期待。近2年的奔波忙碌，10个国家的穿梭寻找，17个同一天出生的年轻人汇聚在这里。我们的星座都是天秤座，但是性格不同，身世各异，梦想有别，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，又像大千世界一样变化莫测。